中间耶，觉得 special。 OK， 好，三二一 action。 东桥 vlog 特别篇，今天的东桥 vlog 我们来庆祝一件特别的事情。我们今天邀请最美的美女 Chloe 一起来庆祝这个事情吗？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不跟你说。那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啊？在涩谷。我有在后面跟那个韦恩解释说，就是穿五指袜的好处是在哪里？他还在一直在讲五指袜这个事情，还在继续讲。我在倒退路，还在继续讲。终于到了，我们准备要庆祝喽！庆耶！这是各式整个超 exclusive 的感觉呢。庆祝的铃声，哇！这个烤的面面俱到啊，那个。那我们今天到底要庆祝什么呢？我们的粉丝团破五万人啦！耶！五万人限定烧肉，哇！太棒了！好的吧，文。萨库拉，萨库拉，洒满青春的魔法。你知道那里是有洞的，人家听得到你们唱歌吗？谢谢韦恩。耶！大恩大德，韦恩韦德。我有点在烤，要帮忙烤肉。Nice， 应该还是有点想法。真情时间，其实东桥成立了这半年来呢，很辛苦，但是也很开心。然后未来啊，我们还会继续努力，给乔乔们带来更多好看的影片哦。那乔乔的留言其实我们都会看，而且的建议其实也都会听。虽然可能一时不会就是这么快做改变，但是我们会尽量就尽我们全力拍出大家最喜欢的影片来看哦。Yes， 谢谢各位。啊，这是水啦。那我们最后点一个蛋糕做结尾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继续努力的。那我们迈向下一个万人吧。耶、yeah! yeah!。